苗栗市福星社区发展协会，如果有看到他，一定要给他比一个赞哦。好，接下来呢，要来欢迎我们罗世英哥哥，在我们苗栗市福星社区发展协会，啊，跟我们刚刚那个春兰姐姐呢同一个社区服务，辛苦你们了，辛苦了。接下来要欢迎肖燕珠姐姐，也在我们公馆乡管中社区发展协会服务了1400多个小时，哇，厉害了啊！来，接下来欢迎我们的陈瑞柔姐姐，在我们苗栗县头份市农会，这个在农会单身居多，可能是要帮忙数钱，好，推广农产品，不是帮忙数钱哈。好，来，接下来欢迎李烈希哥哥，在我们竹南镇圣福社区发展协会服务了1360小时。好，接下来我们来欢迎孙明华，在我们里镇卫生所服务了1300多个小时。啊，我们明华姐姐辛苦你啦，师母你，啊，谢师母太高。好，接下来呢，我们欢迎我们的张兰香姐姐，在我们竹南镇公所和镇公馆社区发展协会里面服务1300多个小时。好，接下来欢迎何国雄哥哥。在我们苗栗县农民服务处担任志工，哇，这个你看看这么多的，哦，我们的哦贵宾呢都要上台跟我们这个哦国雄哥拍照。好，我们徐处长啊，哦，我们贵宾都上台了，因为我们这个国雄哥哥，哦，你看看服务。这个也很多的这个长官都非常喜欢。接下来呢，我们台上的这位是我们徐玉格姐姐，在我们苗栗县理检烫发推广协会呢担任志工一职啊，辛苦你了。哎，拍个照。好，来，接下来呢要来欢迎我们的王秀凤姐姐。秀凤姐姐呢，在我们财团法人苗栗县私立协和社区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服务。哇，这个基金会名字很长。好，辛苦你了，辛苦秀凤姐姐。接下来呢，欢迎我们的罗玉儿姐姐，在我们苗栗县警察局通宵分局担任我们的志工妈妈，辛苦你了。好，接下来是我们的梁娇雪姐姐，哇，她不止呢这个优秀的志工，她也是我们这个苗栗市的市民代表哦，啊，那她在我们苗栗县警察局苗栗分局担任了1300多个小时的志工，辛苦了。来，接下来欢迎我们的王顺佳姐姐。我们顺佳姐姐呢，在我们财团法人围攻纪念医院呢，担任了哇1300多个小时的志工妈妈，辛苦了。OK， 好，来，接下来要欢迎我们陈立轩，来，立轩哥哥，在我们台电通宵发电厂担任志工，哇，这个立轩哥哥呢，都是用发电的哦，这个电力很强。来，接下来欢迎我们的张素清姐姐，在我们苗栗县铜锣国民小学担任志工妈妈。好，谢谢素清姐姐。来，接下来欢迎我们朱慧玲姐姐。
好，接下来呢，来邀请我们陈明珠姐姐。我们明珠姐姐呢，在我们公馆乡管庄社区发展协会担任了我们这个志工妈妈。OK， 好。啊，辛苦了哦。好，接下来欢迎我们的杨青梅姐姐。啊，我们青梅姐姐跟刚刚的明珠姐姐一样哈，都在我们管公馆乡管庄社区发展协会里面服务。OK， 好。辛苦你们了。好，来，接下来欢迎赖美惠姐姐。我们美惠姐姐呢，在我们苗栗县原住民文化艺术协会里面担任了志工妈妈，志工姐姐啦，哦，辛苦了哈。来，接下来欢迎我们饶云芝。来，云芝姐姐呢，在我们大湖乡大湖社区发展协会呢担任志工妈妈，辛苦你了。来，接下来欢迎我们萧香儿姐姐。香儿姐姐呢，在我们苗栗县警察局东萧分局。一二三，再来，一二三 ，OK， 好。好，接下来欢迎张文光。哇，这个非常有爱心，不只是当志工，也还常常去参加义检呢哈。在我们苗栗县体检抗法推广协会里面也担任理事长一职了哈，辛苦了，辛苦了。来，接下来欢迎吕桂梅，桂梅姐姐。我们桂梅姐姐呢，在后龙镇公所苗栗县老人福利服务中心哦担任一职。来，接下来欢迎我们李红叶，哇，这个很特别。哇，这个哇，孙女要给阿婆献花了呢。来，我们用掌声鼓励这个孙女呢，知道阿婆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要上台领奖。啊，以后呢，孙女也要跟阿婆一样，进入我们志工的行列。你们说好不好？好。我们红叶姐姐呢，在我们后龙镇湖顶社区发展协会担任志工妈妈哦，辛苦了。来，接下来欢迎我们的玛丽。啊，这个人家说路遥知马力的马力，在我们苗栗县竹南国民小学担任我们的这个志工漂亮姐姐，不能讲妈妈了哦。来，接下来欢迎我们的淑蓉，黄淑蓉姐姐，在我们西湖乡卫生所担任我们的志工妈妈。好，一二三，辛苦喽，一二三 ，OK， 好。好，来，接下来欢迎我们林赖秀春。我们秀春姐姐呢，在我们公馆乡管庄社区发展协会担任志工哈。那我们今天有与会有上台领奖的志工朋友们，你们在台上的照片，我们呢这边都会哦帮你美肌，帮你修图哦，再寄给你们哈。来，接下来欢迎是我们陈张秀梅，秀梅姐姐在我们竹南镇公馆社区发展协会啊担任我们志工妈妈啊。来，接下来欢迎我们黄美韵姐姐。美韵姐姐呢，在我们公馆乡管庄社区发展协会啊担任志工妈妈。好，所以呢，我们今天的照片不用担心啊，我们摄影大哥一定会帮你们，哎，留下最美好的这个画面给你们的哈。来 ，OK， 好。来，接下来呢，欢迎我们的苏聪明，由我们公馆管庄社区发展协会啊理事长来带领了哈。哦，理事长这么漂亮哦，哈。好，来，接下来呢，欢迎我们的蔡富章，我们的富章哥，是的，哇，这个非常的风度翩翩，也在我们公馆乡管庄社区发展协会来做一个服务，谢谢您啊，承蒙您恩赐。来，接下来欢迎我们许素梅，素梅姐姐在我们造桥乡卫生所服务啊，这个当志工呢，其实我们真的不分年龄哦。来，接下来欢迎我们的陈清泉，清泉哥哥啊，在我们后龙镇顶埔社区发展协会担任我们的志工哥哥。好，
对，开背离，对，好，好，来，接下来，一二三，再来，一二三，接下来邀请的呢是我们张玉梅，我们玉梅姐姐呢，哇，这个名称也很长哦。玉梅姐姐在我们中国青年救国团直属台湾省苗栗县团务指导委员会担任这个志工，辛苦了。好。来，接下来欢迎我们徐桂芝，桂芝姐姐呢，在我们苗栗县头份市农会担任了我们志工妈妈，一直辛苦了，辛苦了，桂芝妈妈。来，接下来欢迎我们蔡慧敏，我们慧敏姐姐在我们头份市卫生所担任呢这个志工妈妈，辛苦你了。好。来，接下来欢迎陈春茂帅哥，哇，我们春茂哥呢在我们卓兰镇老中社区发展协会里面，哇，你只要去到这个协会就可以看到他俊俏的身影啦。接下来欢迎黄秀英秀英姐姐，在我们财团法人维工纪念医院服务哦。好，来看这里咯，对，好 ，OK， 来，一二三，再来，一二三，好 ，OK。来，接下来欢迎我们王刘桂琴。我们桂琴姐姐呢，在我们后龙镇公所苗栗县老人福利服务中心这边担任我的志工妈妈，嗯，辛苦你了，辛苦了，桂琴姐姐。接下来欢迎我们的邱菊英，菊英姐呢，在我们苗栗县铜锣国民小学担任志工妈妈，辛苦你了。接下来来欢迎我们的罗阿旺，我们的阿旺哥呢，在我们苗栗县警察局通宵分局担任志工，好了，辛苦了，阿旺哥哥。来，接下来欢迎我们的林英娇姐姐啊，我们英娇姐姐呢，在我们头份市卫生所担任啊志工妈妈。软甜，我们的甜姐姐，甜美人儿啊，在我们赵桥乡卫生所担任我们的志工妈妈，辛苦了，我们的甜姐。来，接下来欢迎我们的邱张菊一，我们菊姐呢也在我们管中乡管中社区发展协会担任我们的志工妈妈，辛苦了。好，等一下啊，我们那个要换一下电啊，这个每一张照片都是非常的珍贵，每一个台上的志工都是值得我们尊敬、值得我们学习的对象，所以呢，我们要把这舞台上留给每一位。接下来呢，我们要欢迎钱丽华姐姐啊，丽华姐姐呢，在我们苗栗镇卫生所呢担任了志工妈妈。好，一二三，一二三 ，OK， 好。好的，接下来我们欢迎蔡昌林哥哥，昌林哥呢，在我们台电通宵发电厂里面，哇，做这个志工服务了1000多个小时喽。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欢迎江凤娇姐姐啊。凤娇姐姐呢，在我们公馆乡管中社区发展协会里面担任我们志工妈妈。OK， 好。好，接下来我们要欢迎我们的黄美菊，美菊姐，在我们苗栗县理解办法推广协会。哦，担任我们的这个志工妈妈，1000多个小时的。好，以上呢是我们这个铜牌奖，啊，铜牌奖。接下来呢，我们要来颁发长青奖了。